就骗爸爸的零花钱呢。俺可不敢哦，俺怕爸打俺呢。爸爸打你，我保护你。哼，你还保护我呢？你都会被爸爸打吗？那爸爸打俺们俩，俺们不能告妈妈讲吗？妈妈能打过爸爸？哎，对哈，那你说怎么弄吧？就是你听我的，就是我们俩假装跟他假装打仗，这那个炮对吧？然后呢，爸爸就肯定会就进来说，这是炮，这是炮，给他，就假装给你对吧？然后爸爸就说，我给你钱买，这和炮给他。然后呢，俺们俩这钱就平分哈。那现在怎么弄？俺们开始啊。啊，哥哥，你得跟门开开来，爸爸才能听见吧？哦，对，快去啊。睡着了，或者声音小了，姐姐，给我！干嘛嘞？吵嘛嘞？没人嫌我胖，这我胖。这到底谁给的？这是我的。这不是我买的。我的。这是不是我买给他的？妹妹送我了这个。你送给他了？妹，你送我了。妹，根本就送我了，这就我。你不要要。我的。不要要。给他。我明天带您上去买。啊，不行。那怎么啊？不行，现在下雨怎么买？那你给我钱。这多少钱一盒？十五。吵不动心一天的，吵不动心。再买。哦。给我少买点哈。哦。不要再吵了，我睡觉哈。哦。快走呀！走家。咱们来平分啊！快！五十块钱，你二十。嗯，我二十，嗯，还有十块，一人五块，二十五。那你给我啊，我也没有零钱。